去了。我好重哦，我好重哦。活的活的，一只河豚呢，好可爱哦，长得。然后你还抓到什么？现在巴拉吉了。哦。抓到一些热带鱼，然后大章鱼。我帮你吃哦。但这个我都能理解，为什么要抓河豚呢？锅炉，锅炉，锅炉呀！啊，这个就是鲑鱼啦。这是河豚啊，这是鲑鱼哦。世界第一点。讲到吃海鲜，我相信，台湾人应该没有什么不熟悉的海鲜了，应该是。但这次还要东帝汶啊，他们也爱吃海鲜，他们也三面环海。但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鱼，我没有听过，叫鲑鱼。这个鲑鱼不是我们吃的那个鲑鱼哦，不是那个salmon那个鲑鱼，它的鲑鱼叫乌龟的龟，鲑鱼。但他们说这是鱼哦，不是那个鳖，不是那种龟哦，但它的名字叫鲑鱼。鲑鱼，也不知道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，只知道非常好吃，当地人很爱，爱惨了。然后，而且它不止好吃以外，它对身体还很好，就是他们说可以当药来吃。有这种海鲜吗？嘿咩，我听你咧放风吹，风吹风中假西龟，啊龟就是龟，鱼就是鱼嘛，哪里还有什么龟鱼？而且当地竟然还流传这种鲑鱼能够治疗某些病症，先不论传言是真是假，据说光是要捉这鲑鱼就得专业人士出马，全村只有两三位大哥能干这种活，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可是会挂彩受伤的。我们找当地这个渔民，两位哦，看到没？这两位拿着鱼枪的大哥，他们今天要帮我们出去打这个鲑鱼，鲑鱼。是在这附近就可以打到吗？在沙里面打。啊，好打吗？多吗？一下，我们先等会。今天希望抓得到。今天希望抓得到，所以抓到几率不高，是不是？那大乌鸡的多吧，沙沙里啦。哦，对啊，里面有大有小的，但是抓得到是看我们的运气了。哦，好了，就跟渔民出来捕鱼一样嘛，出去抓到什么鱼。能不能抓到特别想要抓的鱼，要看看老天爷。然后我看到他们这个手上有没有拿这个鱼枪？这个鱼枪你自己做的吧？这是拉到哪里？看不太懂哦。哪里？哦，哇哦，它这个有没有看到？就它只勾这样一点点而已，勾这样超一点点的。它不像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钩子，可以比较稳的钩住，它就像一点点。然后，OK， 这样就可以射出去了。所以你们小心。OK， 他先把它解开。OK， 该上膛了，比较危险。看看这两位大哥黝黑结实的 body， 一身专业的装扮，就知道是海中蛟龙来的。只是这鲑鱼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！眼看他们在近海载浮载沉，来来回回搜寻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最后终于回到岸上。虽然手上有些许鱼获，却不知道是否有鲑鱼落网。有回来，手上拿东西，手上拿看不清楚什么，手上抱颗球啊。Hello， 有鱼啦，我看到有鱼。你看他腰还挂着那个章鱼，手上拿的是河豚呢。Hello， 锅炉呀。太有趣了，好重哦，哇，好重哦，活的，一只河豚呢，好可爱哦，长得。然后你还抓到什么？现在巴拉吉了。哦。抓到一些热带鱼，然后大章鱼。我帮你吃哦。但这个我都能理解，为什么要抓河豚呢？锅炉呀。啊，这个就是鲑鱼啦。这是河豚啊。这是鲑鱼哦。鲑鱼，气龟。
气龟是这样吗？因为叫气龟，气龟所以叫它鲑鱼。这可以吃。你那边是你妈干？啊，可以可以吃的。这可以吃哦。你看它现在，不知道在煮什么。啊哈哈哈哈。哎，为什么这样子？这样正常的吗？你慢慢吃也别晒呀。哦，正常正常。正常的。整个跟消红一样，变软软的一个。所以你们出去抓的鲑鱼就是这个。对呀，是。啊，好像在放屁一样哎！你要拿着它这样子，现在很硬啊，很刺，因为可能受到惊吓就变得很硬。其实河豚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名称，像是鲱鱼、七宝鱼、黑肚鱼、台鱼等等，随着品种的不同也分为有毒和无毒。像东帝汶这种六斑刺河豚是唯一全身无毒的河豚种类，也因为肉质极为鲜美，被誉为非吃不可的海鲜之一啊。哎，它这样子很焦哎，龟肉 OK 啊，这样是对的吗？没问题对呀，一大笔啊。你光看它这边这样子看，像不像什么？像不像那个青蛙腿？很像哦。光看这个部分，它的头就大了呗，好大一颗哦。OK， 好，来血，跟我一起。这是什么？阿弟，啊，它的肝。肝哦，它的肝。乌心瓜，蛮香的。人呢？看它先吃，我才放心吃啊。都要先这样。这是正常的方法吧？好苦哦。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吃过秋刀鱼干，没想到这河豚干比它还要苦上十倍。是小干我太不能吃苦吗？怎么看大哥还是一派轻松，吃得津津有味呢？啊，算了，鸡皮哦，我不介意啦。倒是听人家说吼，河豚肉是海中的极品，这次总不会又踩到地雷了吧？然后接下来吃它这个肉看看哦，它的肉哦，你看哦，它肉很韧呢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我刚才这样子？到底在笑什么？那爸爸，还是他觉得我第一次吃这样很好笑？那爸，那不是，那不是，好吃吗？在那我们拉着帮你，那不是，那不是。他自己笑完了就突然安静下来了。它这个吃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湿润的那个鱿鱼丝，湿润的那一种。然后哦，你看，它的肉不是软烂的那种，有点湿润的那种，有很有嚼劲的。这个头怎么吃？啊，这边脆皮鸭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吃过鱼？我跟你讲，我很常吃鱼，但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吃河豚。那连，没有人喂过你吃鱼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开心哦，享受帝王般的待遇，偷肉真的很多。你吃嘛，吃嘛，我看吃，看吃我就开心了。吃吧，妈干吧，妈干个巴拉干。让我来为您服务。哎，他的头肉很多哎。天哪，天哪，他的头肉还不错。他这个会可以拿去卖吗？爸爸不吃。这一只河豚能卖多少钱呢？不拉爸爸，两三两九啊。不拉爸，不拉爸。爸爸两九，不拉爸。五十二。五十块美金啊。到了，到了，五十到了，五十块美金呢、啊。
你还我吐出来。这一只卖$50呢。也许是当地的料理方式比较原始，河豚肉不如想象中好吃啊，这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是一只河豚要卖$1,600，哎，这又是什么逻辑啊？好了好了，仔细想想哦，也许河豚在这里是无行波及啦。真的有办法拿1,600出来买河豚的人应该也很少吧。只是说也奇怪哦，从头到尾看大哥把河豚皮保护得好好的，难不成他也有什么特殊用途吗？那爸，那个皮呢？那个皮，过来拿嘛，拿去干了。走，我们去拿。还有家人吗？他的皮，他说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有很好的这个可以当药来使用。皮，我们拿那个皮。啊，来来来，啊，好干呢！哎呦，被安内了。爸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哎，日本那里没办法三倍去干的呀。哎呀，三倍啊，是，对，没错。都烤这么黑啊？超黑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它现在的皮啊，烤完以后啊，你看它这亮亮的，那个油都烤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刺的这个啊，一剥就掉了。然后皮变很厚哎，它这个皮像什么？胶质很厚的那种鱼种。你想到胶质厚的鱼种，它皮就像那种感觉。Q Q Q 对对，这是用吃吗？怎么弄成药？哦，要先放水，要先放水是不是？来，水，倒下，水来了，好水倒进去，装牙，倒水进去，多少？哎，我家的不够了，哎，还要再倒吗？不打这个，然后呢？哎。它是刮上面的那个焦掉的部分呢，它把它刮以后，这样泡水。性感哦，再收起来。这个收起来，下次可以用的，性感。哦，这还可以再用是不是？下次把给那个呀。啊，是。啊，这个是要喝？这个闽南语啊，闽南语啊，喝的。这是有什么作用？这样有什么作用？用多少百分比啊？度 ，shaki， 哦，就是酸痛啊，然后胃伤风啊。酸痛胃伤风？真的假的？就焦焦的水。就焦焦的水，然后喝，然后说胃痛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哎呀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但如果你是酸痛啊，现在比方说啊，安骨拉筋，安呢？哦，安呢？啊，如果头痛就安呢？哦，啊，如果耳朵痛就哦安呢？哦，啊，如果眼睛痛呢？眼睛痛啊。哈哈，我说爸爸也太可爱了吧，从头到尾笑眯眯。虽然河豚皮治病的说法我是很怀疑啦，不过要是像爸爸这样笑口常开吼，要生病应该也很难吧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